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운명의 시선과 날씨를 우리 항상 최고를 추구. 是他吗？又是他？不是吧？这韩服我一看也没什么人呢。哎，又是他！哇！你还没钻二吗？钻二了，我为啥能碰上个钻二啊？哎呀，我的天哪！不过他战绩还行啊，他战绩还行，后边那些战绩还行，就是红的有点多。他从大师一路掉到钻二。我跟你们说，他不是运气好，运气不好，他是真心态又不好，你知道吗？他打不了劣势军。你这些小兵，你一个你也别吃。往死里压了。친구는싸우면서얻는법이지打个眼儿来。我打上路永远是人家家打野来的最快，没有办法，人家不打蓝。打完红直接往上走，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打包女不行，那包女没扛兵，不能打。还剑魔 TP 我引言。这么换血合适吗？那怎么的？我不换血了还？你的意思是我不跟他换了呗？血不换了，也不想不杀了，是那意思不？血也不换，人也不杀。这话给你说的，还这么换血合不合适？我不合适，我也得换。没个打，孤儿一个。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길만알려줘就我好抓对我好抓人家不好抓就是我好抓多好抓呀、我上来给人闪现打出来了我他妈的还变成我好抓了那肯定是我好抓我第一把打的扎克人家一直在塔下压我
动都不带动的，我咋没听说你说好抓呢？好抓人呢？护甲鞋，你给我点也没用，我这波线不推过去我没法玩，我只能推线，你给我点也没用，我也不可能走。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누가 감히 내 능력을 의심하지? 那躺是应该的，那包你下边的河蟹都不要，你千珏不去下路抓人，那躺是应该的，这把躺了。跟谁打的？你有技能吗？你跟我打？吃狗屎的，哎，应该差不多。耶，玩啥都这么熟。怎么？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怎么刚才一个平 A 打不死后排兵？一开始是能打的死，打着打着发现又打不死了。来，我来陪你这波。你吃不吃？你吃，我过来，我过来跟你。没了，妈让你抓！救救！救救！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其实刚才这波不应该救救的，刚才这波应该直接死，我二打一肯定死一回。那换一个其实就可以了。哎，不应该呀，为啥千珏六级包女八级呀？为啥呀？他是少吃野了还是怎么回事呢？双河蟹都是他吃的呀，
我给你插个针眼儿。항상최고를추구해包女又要来了，真他妈的硬！勾引失败了，还是他上早了呀？这波塔下打的有点亏呀，亏啥呀？我是在勾引他呀，哎，怎么可能被双杀呢？那剑魔都没技能了，的妈，剑魔的 Q 又不是无限洗地的。剑魔的 Q 是有洗地的，兄弟，剑魔的 Q 不是没有 CD 的，那三段 Q 都用完了，怎么双杀呀？还双杀呢？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狠，他剑魔挺菜的，其实。不太厉害。你自己想一想，那帮他那两那么多波，帮他两波，他才能打成这个批样子，连个塔皮他都没吃掉，熊样嘛，还被单杀。啊？有吗？好吧，那。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저기要杀他，좋아，不是单杀，是六级被五级单杀。你看他六级都能被五级给杀了，你说他。我等他回来这波，这完了，人家打野又来了，咋办啊？哎，打野又压三级，哎，这游戏太难玩了。人家家剑魔无限打野帮，然后呢还那啥，无限打野帮完事呢，人家家打野还是比我们家打野高三级，人家家剑魔还出右装，还完了你还不好杀，我错了还不。我天哪，抠闪！
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我是真是没啥办法，我尽力了。又出了五个秒表，哎，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哎呀，我的天哪！我好难受啊！怎么回事啊？他为啥总是你这边呢？我哪知道啊？哎，这不有盾吗？为啥有盾还死了呀？一把对面也不去，真的真是一把对面也不去，就搁俺们家待着。就一直在俺们家，我都不知道为啥。稍微一点劣势就挂机。自己让人单杀三回。你们也看着吧，那齐亚娜上线就单杀了。自己让人杀三回，也不是有一点裂，直接挂，直接是五个秒表，六个秒表一除，要么就六个多拦截。就这人怎么还谁到了怎么还不封号啊？就这么玩都不封号的吗，兄弟？天天他妈的封我们号，封我号挺来劲儿的，我看。有一把点头枪，慢性死亡。他怎么跑那么快呀？移动速度有点快呀。小宝宝。收割者呀。太白。太难了，兄弟们。求求你了，去把对面吧，真的。